大家好，欢迎关注我们这一期的东东脱口秀，我是主持人宇东。哎呀，还没有点没睡醒。前两天呢，我看这个网上的新闻，有一家韩国媒体说，怎么着，中国的华为集团其实是在跟着韩国三星在走，而且他们判定的华为集团的整个集团战略是五年之内要赶超三星。看完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也是呵呵了，能不能赶超，我觉得这个不好讲啊，但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是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以我对于华为的了解，其实他们还真的没有开始涉足炸弹这一领域。好了，各位，我们这期的东东脱口秀为大家邀请到现场的大来宾，不得了了。十年来，在中国这个地界里，在中国的互联网络的平台之上，可以说他是网红中的泥石流，自拍界的女魔头。他是谁呢？现如今，他可是励志女神。女士们、先生们，热情掌声有请芙蓉姐姐。2004年，27岁的芙蓉姐姐横空出世，可谓是中国草根网红的始祖级人物。如今一代代网红前赴后继，淹没在历史大潮里，但她依旧是最特别的存在。好美哎，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端庄大气，哇哇哇哇哇，太棒了。芙蓉姐姐好。好，那个我觉得您作为客人，我作为主人啊，坐在床上迎接您实在是没有素质啊，所以我为您准备了我的见面礼，好不好？一二三，芙蓉姐姐请接拐。接拐接拐，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啊。我今天特意来看你，就知道你腿受伤了。哎呀，没办法，因为昨天现场是被扎伤了啊，连夜缝了7针。让人看得很心疼，希望你早日康复。是，谢谢谢谢姐姐。我觉得我的粉丝心不心疼不重要，你心疼我内心是很暖和的啊。今天为什么要来到东东脱口秀的节目现场？主要是知道那个我们的东东腿受伤了，来看你。另外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招一个助理，希望能找到一个像东东这样的高大威猛的才华、智慧于一身的这样一个好的助理陪伴在我的身边。这样的助理好找吗？不好找。对呀，但是我也有条件呀。什么条件？我开出来的是年薪百万。当芙蓉姐姐的助理可以拿到年薪百万呢？这太土豪了吧。真的假的？你没有忽悠我们吗？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棒了，今天啊来到我们东东脱口秀就是来对了哈。我们也希望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所有电脑前面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才华的话，通通呢跟我们东东脱口秀的这个节目组取得联络，给我们发私信，也可以在芙蓉姐姐的微博里面发私信，取得及时的沟通。今天难得芙蓉姐姐坐镇东东脱口秀的现场，我们就好好聊一下好不好？好，来来来，有请芙蓉姐姐。好的，今天呢，芙蓉姐姐来到我们东东脱口秀的现场，我内心啊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啊。那么，其实说到芙蓉姐姐，您呢可以说是中国网红界的鼻祖，对不对？有过大红大紫的昨天，也有过大起大落的曾经哈。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过气了呢？应该是从接到东东脱口秀的邀请开始吧。芙蓉姐姐，你除了网红之外哈，还曾经是正能量的励志的偶像啊，因为据说就是你当年从135斤暴减到85斤。现在为什么感觉反正就是目测哈，就是感觉好像就
是不是又反弹回去了呢？我坚持了大约5年，我觉得很满意，很了不起啊。Cool。区区5年，这就满意了，这标准是不是有点太低了？啊，我觉得对于男人来说，没有资格去嘲笑任何能坚持1小时以上的事情。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啊，你看啊，就你瘦的时候啊，感觉整个的身材哈、外形，尤其是上围，胸围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就有人就会有这样的质疑啊，就是说会不会是当初做的有点太过了？会不会呢？怎么会啊？我这个胸当然是真的了。对，怎么证明呢？你可以摸着良心想一想，你要是我，你如果想整的话，是先整你的脸，还是整你的胸？脸啊，不是。没这个意思啊！你之前在微博上有一个习惯，就经常会发一些写真的照片，很多粉丝都是趋之若鹜的啊，就一水的在下面去争相的转载呀、评论，共同点呢是如出一辙，大家基本的答案就是芙蓉姐姐的穿衣品味是很差的。那这事儿你怎么看？他们连我的写真照都看，还好意思谈品味？各位，这里是我们今天的芙蓉姐姐在我们的互相伤害这一环节带来的精彩表现，再一次感谢芙蓉姐姐，谢谢耶、太棒了。各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东东脱口秀，稍后的大牌游戏以及深度访谈，我们再回来。Hello everybody，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也谢谢我们身后的美女，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我跟芙蓉姐姐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环节，名字叫做你唱我猜。你唱我猜游戏规则，先在嘴中放一勺面粉，并根据平板上提示的歌曲名唱给对方听，我听的人答对积1分，我听的人答错不积分。本轮每人共计3首歌曲，答对次数最多者获胜。考验定力以及听力的时候来了、好不好？好。芙蓉姐姐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哈。谁先来？是你先唱还是我先唱？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有决定权，好不好？啊，好了好了。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我们为什么总是一样啊？为什么总是一样？对的。那还问吗？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这就是一段石头剪刀布之旅嘛。心有灵犀一点。对呀、是代表的是缘分。再来一次好不好？石头剪刀布布。好吧，阿姨先来吧，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先来哈。对，我看一下。我先来，那你不要后悔哦。对，我学习借鉴一下。好的。这样位可以吗？太多了是不是？Next. Okay. Okay. Hmm.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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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太简单了，对不对？是的，开1-0。OK， 选了这一首，来看一下。这个亮会显得你很小气哦。好吧，这样说我完了。你可以吃一点点，你可以，好，你可以吃。OK， 好。姐妹。
主要是东哥让我，我知道东哥人非常好。接下来该你了，是比较方便的哈。不是，后面还有这么多呢。还在少，喷不了他的，你少多一点。后面还有五勺呢。OK 了，好了， okay, 请选歌。这首歌。想想，我其实是你的粉丝。来，三二一 ，Action。请你大点声，行吗？大点声，大点声，行吗？大点声，行吗？我刚才上一个环节对你不薄，没想到你这么暗加挑爆。不是，喷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规则允许，但你们尽量的多给我点信息，让我被喷的也值得了，好不好？你是连喷在咳嗽呗？陪青春做个伴，爱。OK。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最爱的一首歌啊！哎，暴露年龄了啊！暴露年龄，暴露年龄了。来，请选歌。OK， 选好了。再给我点时间，求求你。真的吗？不录了，干什么玩意儿？你耍赖，你没猜出来。不是我没猜出来，我怎么耍赖了？我是想猜出来。你猜清楚了，我都听到了。春天里啊，对吗？是春天里吗？是的，嗯。哎呦，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嗯。哇，你唱成这样，我还能猜中？你看，上次说了一句，龚姐姐没有在唱歌，她在喷你。姐姐，要不你别喝水了，一喝水我发现嘴脸已经和泥了，一会儿再喷出一块石头出来，我就受不了，好不好？来，记住，输的那一方要获得惩罚哦。请慢用，吃好再过来。OK， 选好歌了，这首歌要放大招了。嗯，选好了。只有十秒啊！姐姐，我只有十秒。我，你吓我，只有十秒。停，十秒到了。停什么玩意儿？根本都没唱，停什么？前奏我是熟悉的。OK。一瓶二锅头。三。一瓶二。陈小春的歌是陈小春。你输了，输了，输了。二锅头。这首东哥输了，东哥输了，愿赌服输，难产愿赌服输。OK， 这局芙蓉姐姐胜。很遗憾，我最后呢，这个是以失败落场，以失败落场，所以要接受惩罚了。来，东哥道具来了。为什么要两个？不知道，他们给了我两个，那你一个输我。真完了，我也陪一下东哥好了。真的？真的吗？真的吗？看你这样的，我好心疼啊。来。卖好了没有？好了。没想到好容易。哎呀，不方便抱啊。我们一起拍一个同框的画面，好不好？我们拍一个，就算是夫妻照了。好了，那我们的大牌的游戏的环节就是这些了。稍后是我们非常非常香艳，而且信息量极其密集的大牌访谈。Hello，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信号的名字叫做《东东脱口秀》。本期大来宾芙蓉姐姐，再次欢迎芙蓉姐姐啊！哇，终于到了在床上深度访谈的环节了，我太期待这一刻了。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芙蓉姐姐，为什么呢？我总结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芙蓉姐姐足够自信，是不是？是的，那第二个，你知道你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吗？
你猜一下，你猜一下。小公主，应该是大公举吧？开玩笑，就可爱呗。嗯，是啊。对的，嗯，真的是无比可爱的个性，跟以前很多人说，哎呀，芙蓉姐姐很作呀，不堪呐，不像话呀，完全没有，非常可爱的，非常真实的，很温柔，很善解人意，这个就是真实的芙蓉姐姐。但是我不相信啊，这种自信和可爱是出生就带来的。应该是会跟你后续在社会上啊，在工作中啊，就是历练了大风大浪之后，变成了现在淡定的一个芙蓉。我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点点的玻璃心，特别的富有同情心，会去帮很多人，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应该帮的，但是我也去帮。哦，那因为这个也在生活中也受过伤害吗？嗯，吃过亏吗？有吗？吃过亏。以前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人，他说这是我的粉丝，然后他生病了，还希望借我50块钱，借给他，他去抓点中药，然后我一问他，我说你这个病根治多少钱，他说可能就需要几百块钱的样子，500-600，我就帮他了，马上就给他寄了1000块钱，我说你去把病治。后来我过了几年以后，朋友说你怎么你给他借钱，他还给你吗？就是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还给我。朋友说他肯定不会给你，然后我就问要了一下，他就当时就很愤怒，他就一直在就是用各种的肮脏的语言来骂我。但是我伤心的倒不是这个，而是说我不应该帮他。对，帮了以后他可能没有当时没有花掉那么多钱，他剩下的钱他拿去挥霍了，请别人吃饭挥霍掉了。是，但是心里有点痛的。是。OK， 那我们以往的伤心往事我们就不聊了，我们好好聊聊芙蓉未来，好不好？比如我们就先谈你对于未来的爱情的期许好了。如果是具象的，在芙蓉姐姐心目当中有资格当芙蓉姐夫的人到底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你就分成5点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五点啊。第一点，也实在是不方便讲，你就看着我说就好。好，第一点就是希望长相上和我比较般配。这个很难呢。不是说一定要找个 S 型的那个芙蓉姐夫，就是长相吧，就比较阳光，然后又很善良，有爱心。长成什么样的算是善良的？像我这样算是吗？符合吗？是的，是善良的。那就是我这个参照，好不好？我这个参照的脸。第二点，有一定的事业基础，有一定的事业基础，或者他有一定的事业野心啊？怎么讲？比如说，我当然希望他最少有10亿的资产。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1亿。救救我！几个亿？到底是几个亿？这是个小玩笑还是一个大目标？10亿现在算什么嘛？你说，10亿现在算什么？那个王姐姐，那个咱们俩近点聊啊。只要努力，肯定就会达到的。人生要有追求，是吗？好像我在上教育课。东东哥，要人生要有追求，10亿不算什么。10亿。你怎么会定10亿的目标呢？10亿很多吗？10亿不多吗？我们这么年轻，就是我们现在只要去努力去做，肯定有一天会达到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事业野心，我明白了，有决心，我明白了。其实不是说就是他现在的银行账户里要有10亿，但他至少要有10亿的野心和才华、规划和才华，对，和规划。这么一说呀，大家就更洗洗睡吧，开玩笑，这么一说就合理了。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有追求，追求，有追求很重要。有目标，男人一定要有野心。第三个，他喜欢小孩儿，然后我希望在我今生可以生5个小孩。各位网友，我觉得你们没必要记了，好吧？5个孩子，好，所有我们的现在看到这个信号的网友，你们自己什么样的身体素质，你们自己明白。如果没这个条件，不要往前冲，好吧？你看啊，刚才提炼了几个点，第一个有爱心，第二个有野心，第三个有身体，因为5个孩子嘛，对不对？有童心，有童心。OK， 第四个是什么？哎，我实在想不出来了，你有提示吗？我的提示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年龄，因为有10亿的男人或者有10亿事业成功基础的男人，基本上，
应该都不是我这个年龄层的吧？嗯，反正是20岁以上。这个很过分吗？姐姐这样吧，不是这个要求很过分吗？你有什么话直接对王思聪啊，不是王思聪，直接对他说好了，好不好？因为通过刚才姐姐的几个要求，10亿，有事业，有野心，而且最好在20岁以上的。那刚才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只能想到这个名字王思聪，啊 ，sorry， 王思聪，好不好？来，聪姐姐有什么话送给他？王思聪，你在看我直播吗？如果你通过这个直播喜欢上我，你可以给我发私信。如果你给我写情书的话，我不会告诉大家的，我会一个人偷偷的美。可以抄送给我吗？让我也过过瘾。还有吗？哎，王思聪，我不在乎你的钱，我的资产不一定比你低，只要我努力，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对于他这一款，就是他的长相，你能接受吗？我们先不考虑他的钱包啊，他的背景啊。王思聪如果是人世间一平凡男子的话，平凡如我，如我们的所有的导演呢，摄像老师，你觉得他那张外形，那张脸是你能接受的吗？开始我是拒绝的。哇，你太有才了。后来大家都说，啊，姐姐呀，你去把那个王思聪收了吧。我仔细看了一下，果然和他挺有夫妻相的。那我说我得考虑考虑吧。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你觉得你哪里跟他有夫妻相？我长得比较旺夫。嗯，他呢？他长得比较，不好意思说了。有啥不好意思的？他比较就招桃花嘛，但是他那些桃花不是正桃花，那我可能就是他的正桃花。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不是正桃花。他换的那么勤是正桃花吗？啊，就是换的很勤的，对对对，那个女友嘛。嗯。那人家有魅力，人家当然换的勤了。像我这种没有魅力的才对吧？才老哥一个。是吗？我喜欢专一的男生。啊 ，OK 了，好了，我们大概也知道了。芙蓉姐姐她内心对于，应该这也是首次在综艺节目现场跟我们公开她对于未来芙蓉姐夫的一些条件和要求。我希望不管我们全天下所有疼爱芙蓉姐姐的男人们，此刻你的条件是怎么样，你的生活境遇和人生的位置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自己，重要的是你的未来是什么。 OK， 10年前所有关注过芙蓉姐姐的那一票80后们，请你们此时此刻必须要冒出来，因为芙蓉姐姐今后的所有的人生演艺事业的道路还需要大家一如既往的保驾护航，好不好？今天的东东脱口秀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了不起的芙蓉姐姐来到现场给我们分享这一切的感动和快乐。好，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拜拜，谢谢。